山东老七李姨失踪，临海雾蒙，山索中断，惊鸿绿河，大海河站手顶不飘，火车桥段抛中劫财，新笔来电偏去偏宽，惊天吹势最难作案，专案组设下天楼地网，千里追踪，迅速破案，为了犯罪分子保一方平安，促社会和谐。晋江市公安局破案纪实故事系列，泉州广告正在播出。为破幼儿阿牛被拐一案，专案组顺点无过，但线索却极度中断。最关键的红衫男子到底藏匿何处？玉帝上情，晋江市公安局破案纪实故事系列第二集《阿牛失踪》下集，马上开讲。港南处现代真实故事，咱公安干警破案神奇。各位乡亲，咱今仔晚接来讲晋江公安局破案纪实故事系列阿牛失踪的第二集。晋江刑警大队以及淡水派出所组成的专案组，伫追查小南东阿牛失踪的过程中间，线索中断。那么警方采取了另外一个方案，就是要去找载摩托车的那个摩托车工，为这条猎手去追踪犯罪嫌疑人。但是晋江淡水到泉州市区这段所在，摩托车工做啊哪鸟门哩？有本地人，有外地人，有专职的，也有兼职的，有老兄，也有少年家，你要去多多找啊！专案组会干净，伊无灰心，通过大量的工作，无惊麻烦，算大范围的访问，然后哦，这一个对过一个，一个查过一个了。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啊！竟然托公安干警的泉州东海找到一个，就是7月16日上午，这个摩托车工载一个穿红色西雅衫的，佮夹两个大波杆仔，迄个车工。摩托车工说：“甲公安干警要问情况，一路对接。”伊说伊伫淡水，即泉州的公路，诶，淡水路段这个所在哦，将因载到泉州的森林公园底落车，但是落车那人去倒了，即条伊就唔知咯。专案组就调森林公园的监控录像来看，正是摩托车刚说的遮情况哦，是对的。那么，犯罪嫌疑人走去倒落啊！辛辛苦苦追查到的目标，即阵又搁再消失。这是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警方推测，犯罪嫌疑人拐骗这个细汉囡仔的目的，不是家己要得益，伊就是要去买人。而且买人的情况哦较大，专案组的注意力就将追查犯罪嫌疑人去向的同时，双管齐合，派出另外一组人员调查有人买向个大波囡仔无了，调查来调查去，查到一条线索。晋江地对面的东山村有一个外来工的翁模啊，在发案的当日，就是7月16日迄日，突然间间说挖到去因厝。那这两个翁模啊，都是贵州人，男的，或者杨阿雄，因某女哦，或者姚阿元，结婚正10年，孤单生一个查某啊。无生大波，警方经过了认真分析比较，这对红娃疑点哦最多，真有可能就是将阿牛带倒去引走去。那警方呢，
无放过任何一条可疑的线索，立刻派出精干的人员，为晋江机场坐飞机，到啊甲贵州的贵阳，结果坐车直扑上头苗族的自治州，伫当地公安局的配合下面，因就查到了这个所在哦，黄盘乡，而这个苗湾村。杨阿雄甲银幕啊，姚阿元带一个样，两三岁啊，你三四岁就跟我大波干呐哦，我对了。本案追踪之次，十有八九可以断定杨阿雄厝内大波干呐就是失踪的阿牛，但是警方并无马上抓人，并解救被拐卖干呐。因为专案组还有更加周全的下一步行动。南董老师离奇失踪，连海茫茫，山索中断，警方如何大海河站锁定目标？飞车手段抛中劫财，新笔来电偏去偏看，惊天摧势最难作案。专案组设下天罗地网，千里追踪，迅速破案，为了犯罪分子保一方平安，促社会和谐。晋江市公安局破案纪实故事系列，泉州广告正在播出。因为这杨阿雄，伊是怎啊个，将迄个青红西亚衫个大波人个手中买到阿牛啊？啊！迄、那个穿红色鞋啊，衫，迄个人到底是啥物人色？如果顺去杨阿雄因厝，将杨阿雄给拉起来去审问，啊，你就会拍草惊蛇。到时阵，迄、那个穿红色鞋啊，衫拐骗犯罪的迄、那个啊，迄、那个人嫌犯罪嫌疑人就会闻风而逃啦。到贵州执行任务的公安干警，甲即处的专案组取得了联系。贵州晋江两方面同时深入调查，发现杨阿雄的社会关系里面有一个双乡里人，叫做杨阿勇。杨阿勇是杨阿雄的同学弟俩，伊身边有一个六岁的大伯，刚好在阿强。公安赶紧推测，杨阿勇可能就是迄个穿红色西亚衫的犯罪嫌疑人。伊一个人。带两个大波杆呐，车摩托车的情况哦，啊符合这条解释，可以对接上好。所以专案组在贵州甲晋江同时行动，抓捕了在贵州老家犯罪嫌疑人杨阿雄，解救出了大波杆呐，确确实实迄个哦，就是失踪的迄个阿五啊，在晋江地堆顶东山。抓获了犯罪嫌疑人姚阿元，甲伫陈德先招的杨阿勇，那么就找到杨阿勇六号迄个囡仔阿强，经过询问，案件哦真相大白了。原来这杨阿雄甲姚阿元结婚了，曾经生过两个查某啊，一个土水结实，剩一个已经十二岁了，啊这姚阿元就阴谋咯。因为身体问题啊，一直无搁再生育。因这个红杨啊，像是一个独帮赛啊，经济条件比较好，比一般拍工人哦是会较好咧，就准备拍算哦要抱一个大波来去。啊，伊经常都去担担哦，以这个暗地菜市来去买菜，知影这点情况。有真侪外来工的子女啊，也想去对老爸老母哦来菜市这点佚佗。有的是对大人来，其中就是这个对因妈来买菜，这个阿牛啊，阿牛啊只有两三岁，也阁未啥会晓得，不过伊头得罪真发不真滴人听，那杨阿雄就将目标哦锁定伫阿牛啊身上，杨阿雄会怎啊作案啊？说起来哦，也是真突然，我想袂到嘞。杨阿雄虽然只是一个厨师，但是为了拐来阿牛，伊精心策划，未输经验老道的连番子，实在是令人始料未及。
侦查作案的这个现场，林女士采取这个所在十足狼牙嘴，用以下手。再个请这个董小弟哦，杨阿勇来斗三工实施啊，答应说大事也好事哦，要退一万块土伊俩。人说拍好，俩才到亲兄弟哦，拐骗干啊这项代志，啊就应该其人哦来三个配合哦，才较可靠了。啊，杨阿勇甲杨阿雄两个人哦，切好事了后，鬼鬼祟祟，逐日都来暗到这个菜市了来蹲点来守株待兔，想要骗阿牛啊倒进去。但是阿牛啊烦是烦啊，你要叫人往北方倒两个新闻人去哦，那那发过啊，啊而且你个容易同人发现啊，杨阿雄甲杨阿勇哦，像那暗中活动了十几日。但是找无机会，人说老外总人才啊，偏执啊用卡表的，以这个假地啊，杨华雄跟杨华雄想出另外一个办法，观众朋友你连念想都想无了，就是干哪，就是用杨阿勇用这六号杆，或者啊这个哦阿强咧，主动的去接近阿牛啊，甲阿牛啊佚佗。偏偏是囡仔伴啊，个个都是外来工的子女啊，真紧哦。囡仔伴铁佗了是熟识哟，安尼无引起任何人的怀疑，还是注意。七月十六日上哦，阿牛啊跟林妈来到菜市时，他跟林妈讨一口文，要去超市买物件，机不可失。杨阿勇赶紧退钱，叫人家阿强阿入去超市去买物件，将阿牛啊带出来。菜市的附近篮球场咧，杨阿雄甲杨阿勇哦，是合资一只摩托车来，就将摩托车停伫篮球场的边头。杨阿勇将阿牛啊骗上摩托车，解释要带伊甲阿强哦去踢到，噗，将摩托车开得前走。大概你车开真紧呐，阿牛啊野细汉哦，看法紧惊，一直哭。阿勇无管三七二十一咯，靠做你靠，无停将摩托车开上公路，那个单道去泉州，就是说单泉公路这点。阿杨阿勇将摩托车停在路边，帮托杨阿雄，叫做家己在另外各请一只摩托车，直奔泉州的森林公园。杨阿雄将家己的摩托车自去驾别人。即拍手机通知银幕姚阿云，红毛啊两个请一只摩托车，直到泉州森林公园，甲杨阿勇汇合，即将阿牛啊带咧，坐汽车去厦门，即个坐飞机到贵阳，坐到去因老家，游遍江北，即个阿牛啊就叫伊爸爸妈妈，江乡里人士是为晋江这所在哦，是的。有意思的是，这场精心策划、拐骗儿童的案件，五十几日才实施，无几日就安尼突然英雄的晋江县公安干警哦破获，三个犯罪分子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。直接讲啊，这点就了了，再见。方定女惨遭崔氏，到底是罪下此毒手？崔氏案的背后有何故事？欲知详情，敬请关注晋江市公安局破案纪实故事系列第三集《奇婚记》。